你说，如果我爹今天没能及时赶来，我们真的死在这儿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呀？没有，没遗憾。可这案子没破，咱们也没能回京城，你也没有官复原职，你真的不遗憾吗？夫人呐，名啊利啊，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 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看，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倒更坚定这看法，不遗憾。那你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没有。那就在被围攻的最后时候，你就没有想点别的？没有。 夫人，我明白了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，哪怕就是死，也要跟夫人死在一起，才死而无憾。